Hello! So,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洗肾的人生。那这个 video 主要是针对两种人。第一种人是他看到他的肾指数已经慢慢下降了的。OK, 他的肾指数已经慢慢下降。他的可能是他的 albumin 啊，他的 creatinine 啊，他的 urea 啦，已经开始慢慢越来越高了的。然后同时间他的 EGFR 啦已经开始越来越少了的。OK, 功能一直开始下降了的，毒素越来越高了的，可是他还是牙牙巴巴牙的。OK, 讲讲牙牙巴巴牙咧，不用紧啦，哎呀，我们都多少岁了咯，就生那多少年，哎呀，现在不吃白不吃啦，什么戒什么口啦，人生啊，人生几何啦，这些是这种人。OK, 那第二种人是已经是放弃了的，已经是认命了的。他讲说没有办法了啦，我都已经是这个阶段了，该做的我都做了啦，我们就去洗肾了，已经准备好了的，已经准备好那个插管了的。这个 video 就是给这两种人去了解，当你决定了洗肾过后，洗肾的痛苦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洗肾很简单哦，也不要以为人家讲的没有办法了，洗肾是 one way road 啦，要洗就是洗啦，洗了过后啊，医生啊营养师啦会做些方式啦，会让你去提高你的生活质量的啦，不要等到医生，从你自己开始。 OK,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哈，这部分人他的人生是怎样过的，大部分人的迷失在哪里。我们先谈第一个迷失，每一个人的第一个迷失就是跟你讲说，哎呀，牺牲就是那四个小时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洗肾啊，就是一天四个小时啦，一个星期三次这样子啦。OK 啦，我现在做的东西，反正我现在退休了啦，我是在家带孙罢了啦，一个星期洗三次，一个星期洗十二个小时 ，OK 吗？这个是第一个人的迷思。OK, 他们可能会讲说，我是用machine来洗肾的，或者我是洗水的。OK, 洗水的就是放那个糖浆的啦，抹菌就真的是在那个洗肾中心那边，要坐在那边四个小时的。OK, 所以抹菌呢，大概是一个星期三次，每一次四个小时。OK, 洗水的话，大概是四到六个，我们讲六个小时，每一天一定要洗。OK。有些人讲说洗水比较好，因为我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，可是你每天要洗哦。OK? 很多人的第一个 idea 就是这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可以讲啊，我看戏咯。对吧，我可以看戏啦。我可以休息啦。我可以看书啦。我可以看 WhatsApp 啦，看 Facebook 啦，看景龙的 YouTube 啦。Whatever, 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简单的。我来给你们打个 example, OK? 今天呢，你是在这边，你的身体里面的血有 100%, OK? 你去洗肾的时候啊，OK? 这里机器里面是干净的，没有你任何的血，可是你洗了40个小时过后，我这是 example 啊，可能有2%的血是累积在这边的，就算在他的白病多好好不好，一定会有残留一些血的嘛。像我们每次去喝豆奶啊，去喝一些果汁的时候，你敢讲说你喝完了过后，那个瓶子里面水管里面没有一点果汁，一定有的，所以蚂蚁会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机器那个管这么的长，它一定有血流在里面的。那慢慢的啊，你的血一直在那边扣哦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来打一个比方，我们知道那些人20多岁、30多岁的壮汉啊，年轻人啊，他们去捐血，大概是每三个月捐一次，对不对啊？年轻人都每三个月捐一次血 ，OK, 因为身体需要90天再去修复。年轻人捐了血过后啊，一部分的人会觉得很累、很晕的，因为一下子那个血压有所调整，血不够。这个是年轻人哦，都要三个月的时间哦。今天你每天都捐血嘞，
虽然那个分量不一样啦，可是你还是在捐血，你是每一天捐，年轻人要3个月，你都是55岁的人了哦，你每一天捐血啊？你用这个逻辑来想，你有捐过血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今天你55岁，你还要每天捐血，逻辑在吗？不在的。所以到最后啊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你会觉得特别累的。牺牲人的生活方式哈、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早上5点半起床，为什么嘞？因为要早点吃早餐，等一下7点要洗身，所以他们要起得很早。吃什么？哇，很饿啊，可以吃，哇，可以喝 data 类似罗蒂巴的，没有的，可能吃一些营养师给你一些特别的 chocolate，吃一些水果，就这样子罢了，吃一点点，不可以吃得太多。OK，这个是 breakfast，很少的。到了7点，你要塞车，7点半，你开始洗身。洗到11点半，在这段期间里面，你觉得是可以看戏的吗？没有的，你的人很累的，今天觉得很晕坨坨的，好像你们去跟丁啊，现在有新的路不一样了。以前我小时候上跟丁的时候，哇，很晕的，哇，要吐要吐，哇，没打鼾要睡觉，可是睡觉又睡不着那种，觉得很不舒服的。在洗身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个感觉，你觉得可以看戏看书，根本看不到。你连你想要闭上眼睛、合上眼睛睡觉，你也睡不着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身体一直在做反抗了的。所以这段期间你是在洗肾的，而且你的情绪是很不镇定、很不安定、很彷徨的。OK，要睡睡不着的。过后你要去吃午餐，哎呀，一点去吃个午餐。你午餐可以吃什么？大鱼大肉，吃美多呢？喝Coca-Cola 没有？你一天喝多少水？你一天喝600cc 的水，500到1000 ml 啦，这水罢了。你不会喝的哦。然后咸的东西，有盐的东西，咸的不可以吃，所以酱料啊、酱油这些不可以动，不可以喝汤。因为不给这么多的水分，肉不给太多。像我的 customer 只可以讲，你一个火柴盒罢了咯，你要吃肉，吃一个火柴盒的大小咯。你想象一下，今天我们吃一个鸡饭，一个鸡饭就这么多鸡啊！我今天你把这个鸡只剩下28千给你吃，一天只可以吃那28千呢、啊。火柴盒那么大，午餐你饿得要死，洗澡肾，你只可以吃这些东西哦，OK 吗？不用紧，你觉得 OK 啊？我再去回到家3点。一到家你就会睡觉了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太累了，太疲倦了，你的血已经捐给那个机器了，你太累了，你什么东西都做不到了的。那8点起来讲，你开始很晕了的，因为你睡太久了嘛。OK，8点你到11点期间，不要，我们不用等到11点期间，all the way 到隔天早上4点了。你睡得着觉吗？你睡不着觉，因为你这个已经睡过了。睡了到8点到4点的时候，你觉得你会累，可是又没有精神做任何的东西，你的精力全部给了那个机器了。你要煮饭又煮不起，你要这一又这不到，你要晒一趟一精神又很差，只可以坐在那边躺在床上要睡觉，滚来滚去睡不着，因为你的肾太差了，好不容易睡不着觉哈、啊，好不容易4点你终于可以睡着了，可是7点你又爬起来了。可能因为邻居吵，可能因为你睡得不是很好，你早上你又起来了，OK，过后的一整天，你就是无精打采的。你可能讲说，哎，我一个星期，2、3、4、5。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你可能觉得我一天啊，我洗肾，我洗这边呢、啊，洗肾、洗肾、洗肾，所以我还有这几天可以玩，对不对？你这天你洗了肾过后，这一天基本上你是没有力量的，没有力量的，没有力量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哈、啊，3天一个星期只洗3次，就是洗那4个小时没有了。你还有那个 recovery 呢？基本上，你一洗了肾过后，你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了的。你一洗了肾过后，你的生命的那个
那个 quality 哈，那个品质没有在那边了的，因为你的精神全部给机器那边抽掉了的。这个是就是我想要跟你们讲的。今天很多的孩子都会跟他的爸爸讲说，你要借口要借口，爸爸不要听。我希望你们把这个 video 给他们看，这个是他们的生活，OK？过后，他可能讲说不用紧啦，我退休了可以做这些东西。我来跟你们讲，他们的手会变得怎么样哈？因为你长期的要去插那个血管嘛，啊，你的机器要长期去插血管嘛，所以有血栓患者的，你看他的手，单单他把的手拿出来给你看过后，一粒一粒，很多的疤痕，很多的瘤，这样子的感觉的。你问他要这样子的，叫这样子的那个面相吗？你要去抱你的孙子啊，这样子的样子去抱自己的孙子，不可能的。说那个外表哈，很可怕的。你的手有一粒一粒一粒肿起来的，你要你的孙子看到这样子。打个比方，你讲说不用紧，我没有孙子。这边抽了血过后，因为牺牲的人他的血比较少，OK，他的血压他的血比较少，所以他抽了一段时间过后啊，他没有办法从他的手臂这边抽血了，他要从哪里抽？他从颈项的静脉这边抽了，所以这边颈项又有一个东西贴在这边呢，哎，很可怕一下的哦，你想一下，朋友看到你，你自己都没有自己的信心了，OK，然后死相。你讲说，我都是在家的，没有人看我的。可是你去世的时候啊，你的孩子一定要送终了，对不对？喜肾的人，他如果他是因为肾的衰竭而去世的人哈，因为肾是排水的嘛。如果你的肾衰竭，它排水排不到，那个水去哪里啊？去掉肺，你就是肺积水的。所以这部分的人哈，他过世的时候啊，他的整体的身体啊，很像蒸过水，蒸过很久那种圆圆，好像水肿那种。好像刚刚从那个水打捞上来的样子的哦，我来问你啦，今天如果你是孩子啦，你想要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在你的面前这样子死去吗？不要的吗？代表你这个人做人不孝哦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人家的爸爸妈妈，你因为你要压压爸爸呀，不去管自己的肾脏，要吃什么吃什么，改次你一走了的时候，这个是你孩子看到的现象嘞，你觉得可怕吗？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，一些家长哈、啊，你可能以为你的人生是你的，你的人生永远都不是你自己的，你的人生也是你身边其他爱你的人的。所以我想要今天跟你讲了、啊、这些 idea 过后，让你去看到，不要以为牺牲就是那4个小时，这4个小时就是剥夺你一辈子的。今天你可能大部分牺牲的人大概是47.5岁，我们讲说50岁开始牺了，我们讲说现在的人可以活到85岁了，你还有35年的时间要走哦。这35年，你要让自己每天只可以喝600 ml 的水，吃只可以吃非常粗茶淡饭的清淡，什么都不可以吃，然后每一天都在浑浑噩噩的过哈，你可能就会讲不用紧啦，我死掉算了啦，你死掉算了，你的孩子怎样看呢？人家会讲你的孩子是不孝子的哦。所以这种东西要开始认真的去看待了。OK，洗肾这个东西问题会越来越严重。看我们的 customer 里面最年轻洗肾的人是38岁的，有一个是34岁，准备要洗肾，他还在跟我们一起合作，想办法帮他抗掉这个洗肾。最年轻是38岁，已经洗了的。洗肾的年龄只会越来越年轻，要看我们有多么会照顾自己的肾脏。那当你了解了这些东西。我要给那些已经认命了的人，或者是你还在找其他方式的人一个 idea。很多人一定会跟你讲说没有办法的，你肾衰竭了，你一定要洗肾的，只是迟早的问题罢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一定要洗的，没有办法 reverse 回来了的，一定会发生的。哎，我想跟你们讲一点，过去的30年，很多的疾病是不可以逆转的，今天都有办法逆转回来了。因为老天爷在创造一个疾病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去创造一个解决方式的，因为他知道哈。我来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，现阶段的人哈，我们的牺牲的那个人群越来越多了，OK，而且人越来越年轻了。今天我看到有38岁的人牺牲了，在过去的30年里面哈，以前都是可能是55岁的人。牺牲，
现在变到38岁，才过了30年的时间哦。再过多30年，难道你跟我讲说洗身的人全部是18岁的人？全部洗身的人是18岁的话，这样那个老天爷创造人类做什么？每个人都做不到东西的吗？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点，创我们的老天爷哈，他在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啊，他一定会连带有一个解决方案的。当癌症越来越猖狂的时候啊，我们开始看到有一种东西叫做自然疗法。我们看到 Reiki 啦，看到音波疗法啦，看到很多的草药学啦等等，都是属于在自然疗法里面，对不对啊？当我们看到了有很多 Parkinson disease 的时候啦，很多的自闭症啊，很多的 Alzheimer's 啦，很多的糖尿病的时候啦，我们发现到了什么？我们发现到了 ketones 生酮。所以每一个问题，它不会去绝种一个 species 的，它一定有从自然界里面找得到相对的答案。老天爷已经给我们了的，一样。对我来讲，我是很 positive 的。对于肾也是一样，当肾的功能大部分的肾功能越来越差，因为食物、因为压力的时候，在大自然界一定也会有个答案的。那这个答案我觉得是什么呢？我们明天再跟你讲。可是我希望你们先不要这么早认命，想办法用逻辑的方式去分析。我今天就讲到这边，希望多多少少给你们一些 idea。 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